这一次呢，活动是由清华文创院，就是清华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还有这个斯坦福大学艺术和艺术史系，还有敦煌基金会三个机构联合赞助的这么一个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那这个作为您作为做项目也好，那是怎么样选择敦煌这个主题的项目？这个有一段机缘，我其实上研究生的时候，虽然我的专业是壁画，但是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去到敦煌，只是在这个上艺术史课的时候呢，看到很多敦煌壁画的照片，和包括我的老师呢，临摹敦煌壁画，我也看到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我第一次去是2年前，2016年我参加了美国敦煌基金会组织的一个团体，就是 VIP 的一个团体，那么跟着一些这个也是有其中有学者，有出版人，有艺术家，都是对文化有兴趣的这个人士，去参观敦煌，那么这个呢是算播下了一个种子。是第二年我就被基金会邀请作为他们新成立的一个艺术家驻地计划，里边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这个是特别认为，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Wall covered over with mural paintings from sometime after that period, maybe 12th, 13th century or so. 敦煌学呢，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像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学科。是显学，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学科，它里头涵盖了包括这个历史就不用说了啊，宗教啊，尤其佛学，这个语言学，文学，包括音乐，更不用提美术啊，舞蹈等等，它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敦煌学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术领域。那么在国外，在世界范围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啊、艺术家非常多，这不限于华人，那么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机构。现在呢，有一个国际敦煌，叫 International 敦煌 Project， 国际敦煌计划，就是等于把全世界力图把全世界的这个研究敦煌的学者啊，他们的研究工作呢，联系起来，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沟通的机会，主要通过数码技术的一个这个手段。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呢对这个项目有非常高的热情，比如说这个清华文创院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叫 C-Lab Foundation， 他们呢特别有热情，想先以这个活动作为开端，然后来这个引起大家对我的创作的关注，接着下一步呢可能是在这个各方面来支持我后续的这个创作，尤其是到进入这个三维空间的雕塑型的创作。To the point they almost becomes solid black and then the letters are more sparse, more loosely populated toward the top.家长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小孩真的是非常投入的去追求艺术的话，应该鼓励他们不要过多的以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尤其是关于这个比较实用的这个以后如何功利性的谋生的这些考量呢，强加给孩子，尤其这些事情他以后这个孩子以后的发展，自己是不是快乐，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有兴趣，影响很大，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家长鼓励引导可以呢，但是不能强加自己的想法。那作为我在斯坦福的这个教学和研究呢，我并不是在斯坦福教亚洲艺术或者中国美术，并不是这样的，我到这里来认这个教授是因为我在当代艺术创作方面的这个成就，
那么我所教的课呢，也不是说是教是教中国画，我教的是绘画啊，就教的创作呢都是有带有当代理念的，就是并不是专门画的一个小范围的，好像中国艺术这么一个概念。对，所以呢，我呢思路啊，是我的思路呢，跟当代艺术的这个思潮啊，是我认为是比较接轨的。我比较熟悉当代艺术里头的思想理论啊风格流派，我都比较熟悉，所以这次在我创作里头呢也用了很多。这一次敦煌创作的不同之处呢，就是我想把当代的这个理念的一些手法跟古代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就是想在这个传统和当代之间的这个界限打破，也把这个研究和创作这两个好像不同的东西这个界限也打破。就是说我的创作希望它是以研究为基础，带有学术含量的。那么